然后骑滑板车啊，走我们这个自行车道啊。现在就这个轮胎啊，我比较担心这轮胎啊，我希望可以换一个止滑胎啊，不然我在下雨天骑的话，我就有点害怕。
这也经过我那个七姨丈他家啊，他们是加拿大，然后他们在这里有房子，就在这里，啊，这就是他家。那旁边是南卡西亚，漂亮。已经快要到了虎头山了，你看这里就是我说有一个桥啊，可以到三民运动公园。叫清溪桥，就可以到虎头山啦，虎头山创新园区。到了。怎么进去呢？好像不能从这里进，从另外一边。这是虎头山创新园区啊！把车推进去，这里下去。好，到了，等一下，拍一下我这里。OK， 下啊。